Hello，我是龙子。今天早晨在刷着新闻的时候呢，就看得很有感触，所以就特别想来拍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。我就住在顺义后沙峪，大家也都知道，现在北京顺义的这个疫情比较严峻啊，大家都在配合，积极的配合防疫工作。顺义在昨天结束了89万余人的核酸检测，现在已出了39万余人的这个检测结果，均为阴性。所在顺义的泳馆已经被通知停止营业了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其中一个在顺义的场地也已经暂停训练。顺义现在有5例的本土病例，分别都是轻型和普通型，让我觉得其实比起感染本身，更让人恐。是你的所有的行踪、你的背景、你的各种隐私将会公布于众，去接受大家对你的评论和评判。那在北京感染的其中几位患者呢？他们的行踪轨迹曝光后，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活生生的展现了北漂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。其中一位无症状感染者，他的行踪让我特别有感触。他是人住顺义，工作在海淀，每天上班车程往返至少50公里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还要备考，在备考清华的研究生，周末也不歇着，周末还要带孩子去参加早教班。在临检前的3天，上午做核酸检测，下午还要去外地出差。这样的行踪感动了很多网友，网友都会说，在北京，今天你奋斗了吗？作为一个常年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这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常态。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小家而奔波着。当我退役选择留在北京的时候，很多队友和朋友，包括家人都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不选择回到家里，陪在爸爸妈妈身边不好吗？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北京，不是因为这里够舒适。反而就是因为这里不够舒适，它会促使和鞭策我们不断地向前进。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们得到和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带着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和目标，去不断地成就自己的人生。所有的成功背后，一定都有一段你无法想象和无法承受的艰辛。但这位无症状感染者的行踪，就是让你觉得更加的真实。他是那么的普通，但是又那么的有力量。他在北京这样的奋斗史，也更加激励了我，让我更加珍惜我现在的生活，也会更加努力地去为自己热爱的事情而奋斗。我希望在北京这个让人充满期许的城市，可以最终实现自己对自己人生规划的要求。也祝愿所有在北京奋斗的小伙伴们，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保护好自己。顺义加油，北京加油，中国加油。